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。对，对，应该，嗯，就是妈妈来吧，妈妈来，就是，啊，缘分这种事情啊，不能急，妈妈来吧，家人们，妈妈来啊，我现在呢，也不是我爸妈他们也。就是走到一起了，以后的话事情就唱我自己的了，所以呢，嗯，慢慢来，好不好？开开心心就好，对，主要是开开心心，家人们，主要是开开心心，对不对？正在给你安。正在给你陪对，看个适合的，对对，要找个适合的，家人们，我要找一个适合的。然后，但是呢，我现在呢也不想找男朋友，我现在呢主要是想挣点钱，所以呢，我应该会跟着我姐姐了。Hello， 酷狗，我应该会跟着我姐姐了，家人们，你们觉得好不好？我姐姐的话，她在。他在四川这边有一些生意，他说，嗯，可以把我安排在这边，嗯，去东莞那边也可以的，他说。所以呢，自然美怎么的漂亮，谢谢谢谢，可以的是吧？你们说我在四川这边比较好呢，还是去外面远一点的地方？阿泽不要在直播间吃东西，这是一个药，这是药，家人们，因为我现在一直都吃着药，我不吃药的话我头痛。谁知以为你会担心，对，今天开开心心嘛，然后我带他们做事情，然后我姐她就做美甲和那个睫毛嘛，然后本来我说不做的，这是她给我挑的颜色，她说这个显得干净一点，这是我姐挑的，家人们，好看吗？我第一次做这样子的颜色，这个是也不是白的，就是有一点点白粉白粉的感觉。你在哪一方，好看是吧？谢谢。天我用情意，在四川好，常回家看看爸爸妈妈。对，我也是这样子的，这样吗？我也觉得在四川比较好吧，因为我，嗯，我也经常想回来看看爸爸妈妈，然后，嗯，让他们也经常在一起，就是那种。现在虽然。我妈在一个地方，我爸在一个地方，但是呢，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也很不容易了，我已经很满意了，很满意，很开心了，家人们。从此生多少情与愁，只愿与你长相守。无边丝雨细如愁，朝来寒雨几回眸，你在哪一方停留。他们两个很好了吧？对对，他们两个很好了，家人们，他们两个很好了。你爸离你们家远，你妈家远吗？也不是很远，家人们，也不是很远，也不是很近，也不是很远。阿紫，你是你爸妈的好女儿，我不只是我爸妈的好女儿，我还是你们的好女儿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还是你们的好女儿，好不好？万丈红尘我等你，你奶奶这么疼你，对对，我要过几天应该要去看我奶奶，但是呢我姐她应该很快就要出去了，如果我不跟着我姐的话，我肯定会去看我奶奶，然后在那个，因为我奶奶她现在还不知道这些事情，家人们，我奶奶她年纪大了嘛，如果他知道了的话，有可能就受不了嘛，就是年纪大了，他听到这些事情有可能会受不了，所以呢也没有告诉他。我想吧，我想要不要去我奶奶那里告诉他，还是不告诉他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这种。然后我姐如果她很快出去了的话，
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，我会去看我奶奶。暂时不告诉是吧？对，因为我怕告诉他的话，就是他会说我爸，知道吧？我告诉奶奶吗？我姐姐的话应该过好每一天。对，我现在就是很开心，我会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，开开心心的，身体健康就好了，知道吧？这样吗？阿子你要有自信。好的好的，我会有自信的，我会有自信的，家人们，我会慢慢的，我以后我爸妈也不是好好的了吗？我以后会为我自己多着想，多爱我自己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以前真的我很爱我身边的人，我很关心我遇见的人还有身边的人，每一次干什么做什么，我都会为别人着想，再会为我自己着想。但是呢，从今天以后，我会多为我自己着想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多为我自己着想，不让我干爹干妈们伤心。多照顾我自己，多打扮我自己。谢谢爹帅哥，谢谢，谢谢送的烟花。对天呼唤，谢谢啊，不要送礼物了，真的你说太多了，谢谢谢谢。你在何处，往事已默默伤心，这就对了是吧？好的，对的话我以后就多爱我自己，多多关心我自己，多多打扮我自己，就是你是世上最善良的女孩子，谢谢你们。因为我不知道说帅哥节目，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关心别人和对别人好，对自己好和对关心自己好，心里面舒服多了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我不管谁我都会帮了很多，我帮过很多很多人，知道吗？但是呢，我最怕很多人的话他们不会懂，就是这些好意，他们不会懂这些好意，家人们。风雨里和你相逢，早知道早知道如此匆匆，又何必又何必又何 必和你相逢，往事已默默伤心，已默默你的眼光你的笑伴我情，多学唱歌跳舞是吧？好的好的，善良过头了也是缺点是吧？好的好的，我好的，那我以后多多那个啊，多多想一想该怎么去做一些事情，好不好？阿紫善良要有，一定要有底线。好的好的，我会有底线的，我会有底线的。婚姻和爱，我就是我在现实中真的帅哥节目。就是你们很多看不到的地方，我帮别人，为别人着想，这样子真的我有很多很多就是不能说出来的一些事情，知道吧？爱总在不远处将我呼唤，像鬼魅像火焰令人不安，爱让人情愿被折磨到永远。有人家有老婆有孩子了的，这些都不跟我没有关系了，这样吧，有没有老婆有没有孩子，这些跟我没有关系啊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啊！什么事情在我心里面，全部都在我心里面。这些问题还有很多问题都在我心里面，但是我也不会拿来说，我会做好我自己，
也跟我没有关系了啊，这样吗？到了这个地步就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，我也不怕别人说我，我现在就直接说了，跟我任何关系都没有，所以呢，不要在这里说任何人。我希望在看我的叔叔阿姨们都是在关心我，都是问我的问题的，而不是老是拿别人来我直播间里面说的，因为我没有，我也不想去说别人，知道吗？我不想去说别人，我不想得罪别人，我也不想去说别人。什么事情我自己心里面明白清楚就可以了。我知道的事情我也不会拿来这里说，因为我觉得伤害别人没有意思，没有意义，过好自己就可以了。做到不伤害别人，自己会越来越好的，知道吗？知道吧？所以呢，这一点呢，有的叔叔阿姨们还是要向我学习，就像我一样，看到很多人一直在说我怎么怎么样了，但是我还是不吭声。锁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，什么着走掉？看不见，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。一个人一直勾一杯酒一夜，一下子变老，爱怎么能